时间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期待你变得心急色。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让心跳动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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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活着。我不管站着坐着站着趴着，都要快乐。让音乐动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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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要老了。不管了，不舍了，不疼了，不要不快乐。伤心的人别提慢的。人生分分合合，爱情拉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期待你变得心急色。分心的是快乐，光棍的恋爱了，悲剧都圆满了，每一个真挚都会是和平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画面就太舒服了，真的。因为哦，任何一段表演，任何一段表演，摆在那 BTS 后面都算干净。对，有比较，至少肤色跟画面好看，多舒服嘛，超慢，白白净净的。我们这里算是有个性的，真的很有个性。三位评审老师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真的比在摆在我们后面好看很多。你自己也觉得我们自己蛮好看的，而且我觉得做了，这两个女的真的没想到这么搭哎哈，他们两个其实可以组一个团体，我觉得是很和谐，叫什么团名？比吉斯二，像话吗？来，明雄，明雄，好啊，他们的没有，不是问你这个。有没有去好乐迪唱过歌？应该学去有没有打折？你进去吼，你只要手比这样就可以免费入场。手比这样，吉祥物打五折，怎么样？这个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，而且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我没有五折，他们就有？对，为什么没有两个 dancer 啊？他们就有，对啊，九有。对，干嘛要 dancer 呢？你们这个歌唱那么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衣服就花很多钱啦，而且你们很好笑。这个还花很多钱啊？那个跟叶富台啊、北线的那，这是用画的。还自己用胸毛的，来，很好看的表演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看得出来。Kita， 我们太熟了，没什么好看的嘛。哈，来，好。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很辣，然后画面很优美，画面优美。来，直接来看分数了，好不好？一到十分，大嘴巴老师给他们几分？请给分，17分。到一个点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好像看不到东西这样子，会觉得瞬间很像变瞎子，然后我就赶快。你是喝假酒对不对？好像是，就每次喝到一个点，我就开始就看不到东西，然后我就开始说，快点就看身边有谁，就例如安乔，我就赶快找安乔，说安乔，然后先抓住他之后，因为我就是喝酒最容易被带走的类型，因为他很热情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要赶快先找到我朋友，因为我知道我朋友会保护我这样，或者是我朋友都要去舞池里面，就是把我抓出来，就是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他喝醉。因为我每次都会就是跟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不认识的，而且就是就是那种他大概40几岁，要不然就是10几岁，就是很不 OK 的。他喝酒会突然变瞎了，就看不到前面是谁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前面就是一个。的爸爸可以当爸爸的人，或者是之类的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子。爸爸们也是有体力。然后就是赶
人会把我带走这样子，所以我一定要抓住我的朋友，不然我真的就是那完蛋。你是属于波型。嗯，对。那安乔属于五行的，就是我会喝完酒喝到一个点之后，我就开始一直舞一直舞，就是犯职业病。哎，你那个舞，那个看到大家会死掉哎。而且我会就是，那个、危险你那我好好看哦。我跟他都会一起去唱歌，因为我们非常要好。然后，可是我们都是很熟的。然后喝到一个点之后呢，我就会去抓，比如说现场一个人，男生女生，然后就把他当钢管。跳不累，跳不累的，没有在停的。隔天起来就是全身伤，然后我都会忘记我昨天到底是跳到什么程度。全身伤啊，就是对，就会呕疼啊。因为喝了酒啊，康哥刚才那开场的时候，安乔坐在这边，他回头对其他可能性女孩说：“你们摸，要真诚的摸。”然后就开始教他们一个很奇怪的舞蹈，摸一下摸一下。哇塞，预备 ，music。那血压会一直往上升。不过在这边我们要跟那个花莲政府说对不起，因为那个你们本来有个住民啊，他决定回台北住。你觉得？我们那个只是不知道这里有这个啊，很酷的。这个热情是怎么样？热情是四种里面的最能，我们叫做升华性的防卫机转。防卫升华性的防卫，因为他可以做一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一个举止或行为，那个可能都是要带动整个气氛。嗯，哦，那对不起，升华跟升天只有一线之差。哦，所以某个程度上，我们可以大胆预测，比如说彭哥过去看看安乔的右手，他的所谓的我们叫做婚姻线的地方或者感情线，说不定会比较复杂一点，他的尾端会比较高。哎。右手右不是右胸会有什么？先看右手，有空再看右胸。因为右手的可能会的，它的那个纹路会比较复杂，这个表示它异性缘比较好。哎，对，第一条线，第一条线，而且它会比较高。感情线吗？哎，感情线，乱七八糟的，差差比较。但这种女生，她会比较在喝完酒之后比较属于热情型的。哎，那男生呢？啊，男生也可以看吗？男生也可以看，所以男生要跟她去对对看啊，所以要两个对在一起，两个对在一起。所以以后对不对？对对，有女生跟她握手的时候，先看她这个，先看她感情线。这个你就知道，等一下喝完酒她是哪一型。乱七八糟，我可以到了。开心，就看，乱七八糟就开始舞，乱七八糟。